聊一聊这张专辑，有好多动物哎。对，这是为什么要以动物为主题？这是有依据的动物心理学，然后反映到每个人的内心的性格在。然后那时候我看到那么多动物的时候，我第一个选的是大象，我觉得有点像对应我对家庭的，是因为大象是一个群居的动物，然后他们其实是对于家庭这件事情是向心力是非常够的。对，我立刻可以知道王宏恩是什么。哇，他根本就是一条狗。你哎，狗很重，你知道狗是什么吗？狗就是对朋友家人很忠心，无怨无悔付出哎。所以我们在骂人家狗男女的。这不好听啊。怎么样？我觉得有你们的加入，感觉是更真的。帮我开去木栅动物园。